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立夏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演绎的乐趣吧。好饿了吧，吃的来喽。慢慢吃，不要弄得到处都是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盆倒挂金钟，大家看现在的它的花量已经很大了，好多都开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，就是不要让它缺水了，因为这个开花它是非常需要水分的，如果水分补充不及时的话，它的这个花就很容易开败。我的这一盆好像有点轻喽，给它加点水，来给它们浇水，这个时候可以不要喷液。